在路有几十年里是吧？都在学校里，嗯。学校的时候。嗯，找那个学校的。啊，这个路是挺好，小学还是质量挺好，都有。管也够30年了。啊，有30年。嗯。嗯。啊，这是半店呀、啊，把它倒鼓出来了。倒出来也能买卖，不能买。那边找嫂子年轻，不要这个了。啊，不要这个了。嗯。但这也是点宝贝了。对，宝贝啥的，特个大。嗯，不是，这路是质量好。哦，就是质量好，这个。这过去的东西吧，就挺好的。就是你个这会儿这个来的呀，你、这会儿这会儿来不过，这会儿人家糊弄这会儿色是白色色的，好看。啊、好看，它不好用啊。嗯。不像人家过去，人家这实打实的好用的东西。你看这做完的就感觉汗颜了。嗯，这个其实应该留下。嗯。这买的就有点可惜了，把它擦得干干净净。嗯。哪怕当个文物包。把我放那儿也挺好。告诉他，这都上那小贩里生个活了，是、对不？就是，这路子多好，人家那里头都掏的细细的。这是30年前的灰。这后来也用了吧？用嘞，这。年是前年还用的呢。啊。嗯。搞这叫晾晾晒晒，这么这里面有什么？这天天就两个人搬。嗯，都大意思都搬过去了，就拿点这个乱七八糟了。啊。也是重要的都搬过去了。啊，重要的搬。慢慢的搬着点。你们是给了几件吧？给了5件也是。啊，5件，那可以的。现在是小鞋子旅游了。俺们去你们那村看了，这大部分原来真的都这是种的生菜。西药嘛，你说说，你看见这大哥的陷入了思考状态，那年也。酒院里头真诚实的了，对这个酒院还是特别的留恋，尤其看见他这前面的大棚。哎呀，这去了吧，那小院没法盖这种大棚了。嗯，这每年这大棚也给他带来不少的收入。我们都得，我们都得，我娃拿手机也给我拍，给我们儿子、我们儿看看以后。